我们挖地瓜，地瓜很好，大，没有问题。但是葱子还有好多瓤，这个不行，因为过年它会坏了，不会吃。妈妈说要做地瓜粉。 很多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坏的。哇，虫子太厉害！可以。 哎呦，对，下午来，因为人不在。哎呦，你说不弄花很好。这个是最好。哎，下午来。我听你会说，以前我想你都不会。啊。哎呀。哎呀。嗯哼。怎么办？老婆。要多。 等他在家弄完了，他那个沙有点那一点，不然不能不能动。好。那个二老公，你提到一点那个什么？你要帮我给你弄个啥？啊，因为一天没提到别个。我们就怎么办？等他们都弄完了，然后咱们来。因为你太早了，不然太少。对。不是我少，你很多，我很多。 然后要是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谁会说这个？我是老歪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老板，你在干嘛？我现在做淀粉，地瓜粉。啊，地瓜粉，哦，不是，淀粉。好的，那这不懂。啊，但是有人说错的，它不是淀，你要重新。为什么是这样子的？ 因为大家都是拿坏来的地瓜过来做的，咱们两个桶。对。要到这边是不是？ 咱们太少了。对。 多少钱？对呀，多少钱？多少？零块钱。多少？零块钱。哇，我们很少。啊，什么时候要拿？明天早上。明天早上。
明天早上，今晚行不行？9点半。9点半。晚上9点半。我们的好了，两桶，还可以收着。晒太阳，晒太阳，嗯。好了，好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很重。是的，这个太重了。哈哈，有点重，是不是？很重。鸭子有好吃的。哎呀，我现在真的和妈妈一样，你看这个腮，这个腮，现在有头脑，现在会想这个，你知道，因为以前没有这个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9点半要去拿地瓜粉，不要忘了。晚上会好冷，今天早上有一点冷，晚上会特别冷。来，水桶，还有这个猪头，肠子，肠子，拿好了，现在，喂，现在去拿地瓜粉。关灯，然后妈妈看这个视频，她要骂你，你忘记了吗？要开灯，要不然晚上别人知道咱们家没人，傻瓜。好黑，好黑。你有没有拿钥匙？你有没有拿钥匙？我没有拿，我有拿水桶。我为啥你有拿？快点。哇。快点，慢一点，哎，风很大。没事没事，这是村里的，这是村里的，没事。坐一下。不要害怕，咱们去拿咱们的地瓜，又不是干嘛。走，哇，很多。现在要整点一下。哦，哦，哦，今年地瓜有了，地瓜粉也有了。你看，妈妈会不怕这个外国媳妇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还可以。但现在要等，明天早上这个会倒出来。把水倒掉。对，然后要干。好，睡觉。